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Today we're going to introduce you to a Beijing metal band with an unmistakably Chinese signature style. They're called Mengling, or Dream Spirit, and the singer Shunzi runs this practice space called Moses Rehearsal Room. Now, as a Jew, I can totally roll with that. He also has a very interesting musical collection that he's going to share with us. But first, let's check out the space. 你好, Shunzi. 麻烦你带我们看看你的排练室吧。OK, 没问题。这边走。这个是我们的大房。好，下来。这是另外一个房间，比那个稍微小一点。嗯，很小。这个是你喜欢的音乐是吧？对对对。但是都坏了吧？不，他们都可以听。是吧？那这个口呢，就看起来是垃圾的。对，但是它会坏了，我们会把它修理好，然后再听。有一些就是没有破坏，像这种的就都可以听。是那种打口袋的，是吧？对对对，这就是打口袋。那怎么就是有什么故事？怎么到中国了？他们是当时作为垃圾，作为塑料，然后到中国来，然后中国人去用这些塑料去做东西。但是在没拆他们之前，喜欢摇滚乐，然后做打口袋生意的人就会去。把他们逃出来，然后再卖到别处，一步一步，然后到我们的手里，就这样。所以说，你第一次听到摇滚是因为这些？第一次听到国外的摇滚是这些，当时没有想到能听到国外的正版音乐，很少见，当时的网络还不发达。And I thought Napster was cool.可能你会在我们作品当中听到一些感觉非常有古代气息的或者是侠客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写的都是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这支乐队是2007年组建于山东泰山，然后2009年来到北京。那么现在我们的成员进行了很大的变动，然后现在在我周围的都是非常出色的乐手。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有，就是有比较有自己的特点吧，就是，可以说，就是很中国，可以这么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文言文的句式来写歌词。因为我这个人重视的这个歌曲的歌词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听到他们歌，就是梦灵乐队的歌曲的时候，这个歌词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说。他们这个风格曲风也是我想要的，所以说就加到这个乐队了。音乐是没有这个过时这一说的，觉得在里边我可以听到一些浪漫主义或者说英雄主义，然后这样的东西，还有一些历史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这种风格也是到我们自己身上也是这样，我们喜欢做一些特别有历史底蕴的东西。老派就是这样，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会有好多的这种具备自己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乐队，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拿手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做中国人的金属。我们主唱的家乡是一个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个家乡，泰山脚下，孔孟之乡。完了之后呢，他从小接受的这个音乐思想，可能就是跟这个他的家乡，跟他的生活方式可能都会有关系吧。其实我一开始也尝试去做一些特别西化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太擅长，我发现我还是对一些五声音阶的东西，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东西会听得我。感觉非常好，我擅长写这种东西，然后我又喜欢重金属，那么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可以融合一下。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也是听各种打口 CD， 高中的学校门口，然后经常会有，就是比如说每周固定哪一天会有固定的有几个就是老板会来卖那个打口 CD 的，每周可能到那天就比较激动，然后下课然后就赶紧跑出去，然后看一下老板那有没有什么新的碟，有什么自己喜欢的碟啊那些，然后就这样会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来接触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音乐。反正当我开始住校的时候，我会拿出一半的这个吃饭的这个钱去买打口，这是
确实是这样。我只带一半的生活费去学校，然后另一半我周末的时候回来拿这个钱去买打口袋。听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比较奢侈吧，而且那个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打口袋刚刚兴起的时候，听这些东西，你家里人吧，觉得我是心理上可能会变态一些，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呢，也就都理解了。我基本上就没买过打口袋，因为我大部分听这些东西全是依靠网络。但是我觉得也是错过了，就是打开 CD 那一刹那那种快感。确实是啊，确实。哎呦。